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这个第一篇给各位的讲义啊，其实这个第一篇讲义啊，最重要的呢是在第几页啊，在第28页啊。28页的戏曲剧种演进时考试，可是要谈这个之前呢，各位必须要先了解啊一些名词定位的问题啊，就是今天发给各位的讲义。戏曲关键词之命义定位考述，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基础又重要呢？各位学术啊，常常会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没有把它吸清，然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没有交集啊，譬如说腔调这个词汇，我发现呢，我的观念完全是拿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文献上的腔调，我们戏曲里边的腔调声腔去考述的，我清清楚楚腔调是什么意义。可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很著名的音乐学家，是福建师大的王耀华教授，他呢学问做得非常好，可是他是怎么样站在西方音乐学的观念，他对于腔调自己就腔调这两个字的认知拿西方的来谈，结果他谈的腔调和我的腔调怎么样，就牛头不对马嘴。可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我有好些观念和他是一样的啊，我有些有的他没有，有些他在音乐学上的所论述到的我不懂我没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有名同实异，名称虽然相同，可是实质上啊是完全两回事情。还有一种呢，名异实同，名称虽然不一样，可是实际一样。恰好我一位学生啊，这个在成功大学的这个特聘教授啊，他学音乐叫施德玉，他一方面呢上过我课，知道我的腔调，二方面他也懂西方的音乐，所以他也看得懂谁啊？看得懂王耀华的，我就叫他写一篇啊。曾王二世的这个腔调说，写了附在我的书里边，啊，这是一般学界常犯的现象。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里边提出，在戏曲学里边呢，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各位看这个目录啊，对今天发的讲义的目录，戏剧。戏曲命义定位，你看戏剧和戏曲，我不是开始都说过，有很多的怎么样，很多的这个学者啊，把它混同在一起，而实质上他们并不完全相同，啊，所以写的戏剧史、戏曲史，啊，就有好些是各说各话。这是一个最根本。第二呢，
戏曲中小戏、大戏面意定位。小戏当然对大戏来说的，啊，彼此两个是相对待的。你如果不把它定位，小戏就是戏曲的雏形，像我们人的婴儿一样，雏形。他毕竟呢，他没有小孩能不能，小孩子能不能说成人，成人呢、啊？不行，说小孩就是小戏，是雏形，戏曲的雏形。大戏呢，就像大人一样，成人一样，发展完成的戏曲。你看这两个名词的对待，可以说是我把它定位的近十几年来啊，应当都有共识了。你们知道，我为了要使小戏大戏弄清楚啊，还开了一个两岸学术会议啊。啊，当初交的论文是很可笑的，大陆的学者以为啊，只要短就小戏，不是这回事，啊，小戏的有它的意义的，啊，那么大戏。如何定位大戏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那么戏曲史上对于戏曲的渊源形成然后发展成熟，各位，这三个是不完全的概念。你如果没有把这三个概念弄清楚，拿小戏就是雏形，就渊源的雏形，而大戏呢，就是形成的那个现象，发展成熟了，成熟了就是小戏的什么呀？它本身的一个成长。那成熟了，接着就要开始什么了？衰落嘛，所以成熟了之后就衰。我们有一个成语“日中见昼”，太阳到了正中间，开始就要西斜了，道理一样的。戏曲史如果这些定位没有的话，你看光什么？我把它整理过的，光个渊源说就有二十几派，啊。那为什么产生？就是对小戏没有定位好。小戏本身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构成的。那么有些人像瞎子摸象一样，摸到鼻子说像什么水管，摸到大腿说像一个大柱子，一个墙壁，一个把刀，一把扫帚，对不对啊？瞎子摸象，就产生学术的这个现象，而且这些都确确实实有的。所以呢，你看我对小戏的这个，说文献上之小戏与大戏，然后民国以后学者对小戏大戏的看法，最后怎么样？著者对于小戏大戏的见解。那么我的见解就是什么呀？就是给它定位，文献就是根源，学者的看法就可能怎么样？可能有错误，或者有迷失，或者有误解，所以小戏大戏。那么这接着呢？你看第三，腔调、声腔、唱腔、命意、定位，这三个名词啊。即使音乐界，两岸的音乐界都是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三个呢，也非把它分清楚不可，那这个要分的话呢，还挺麻烦的，挺麻烦的，要写的文章去辩证，并不是容易的。戏曲剧种命意定位，
到底呢？你看戏曲有不同的种类，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可是戏曲剧种以什么为基础去分野它？分野的基础不一样，分出来剧种会不会一样啊？所以你要懂得它分野的基础，才不会彼此混乱。你谈的剧种和我的剧种不一样，那怎么能够彼此沟通？怎么能够写出一个大家都共同呢可以接受的一个戏曲史呢？现在就是，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先弄清楚。我们做学问啊，第一要就是一个基础的这个什么，最根本的问题的基础的建立，最根本问题的解决，才能够这个什么如庖丁解牛啊，切入点准确啊，否则的话白费功夫，而且是什么呢？事倍功半，无功而返，都常会出现的。你看这里边，我说大陆学者之剧种观，著者对戏曲剧种之看法，大概距离现在在我算算看，我在莱顿大学是1996年，我在莱顿大学，1996年在莱顿大学的前两年呢、我在与莱顿大学开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位呢。法国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呢很熟，一下忘了、他是个学霸，学法，法国的汉学家个个怕他，只有我不怕他、他和我辩论，他说大陆的这个戏曲剧种都错的、我说大陆是对一半，你也对一半，因为你们基准不一样，第三样你们要考虑到，这个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争执，好，现在啊，我们未来要马上能谈到这个戏曲剧种演进时考述这个纲目啊，必须先把这一些名词定位啊说一说。各位回去自己看，你看这里边有多少个字啊？33万多字，对不对啊？一页是多少？1页1000，大概有3万字左右，考述这一些，戏曲的这个名词。我用最简单的，各位记下要点，第一，戏剧和戏曲。戏剧这两个词啊，这两个字，原来戏呢，它就是以动作的鼓击挥写，戏我说错了啊，戏。是以动作的鼓击挥写，所以我们说戏弄，包括我们现在民间都在说，你不要戏弄我。那戏弄就是拿一种动作的鼓击挥写，这叫戏。剧呢，我们说剧谈天下事，所以戏就有表演的性质。剧呢，就是用鼓击挥写的语言。在叙述，所以这两个字的共同点在哪里啊？都是鼓击挥写，所以结合鼓击挥写的动作和鼓击挥写的语言做表演，
所以戏剧原来的意义是属于大戏还是小戏啊？是小戏。唐代的戏剧当名词就是当时候的参军戏，当时候的参军戏就是古籍诙谐的动作和语言，在宫廷里边，起先是在宫廷里边演出的，啊，所以戏剧是这个意思。戏曲呢，各位看看，里边有个戏，有个曲。各位想一想，曲一定是和什么关系啊？音乐歌唱有关系。所以，那么戏本身也有表演，所以戏曲就是王国维先生他说，和歌舞乐以演故事，啊，拿歌唱音乐舞蹈来演出故事，可是这里我认为必须要把它这个什么呢，稍作修改。那就是说和歌舞乐以代言体演故事。为什么加以代言体呢？因为代言就不是叙述了，叙述是一种全知观点，哦，好像你什么都知道，所以叙述者对于被叙述故事中的人物的心态，啊，人物的性格，事情要发生的开展的脉络都清清楚楚，由他一个人说，这就是叙述体。因此他就全知观点，什么他都知道。但代言体呢，就由演员代替人物来说话，代替人物来塑造他的人格，来表达他的心境。所以代言一定是第一人称。那么叙述体一定是第几人称啊？第三人称。所以戏曲如果这样的定义的话，那么戏剧更广一点，只要演故事都是戏剧。这个演故事如果要把它说得聪明一点，演员装扮演故事，演员只要装扮了去演故事都是戏剧。各位，过成一件艺术的这个元素越简单的它的涵括性越大，还是越复杂的涵括性越大？越简单的。越简单的它的艺术性越高还是越低啊？越低，制约性越多的，也就涵括的元素越多的，它的艺术就什么越高。所以这个什么呢？戏剧和戏曲比起来，哪一个艺术性比较高啊？就戏曲啊，这可以。可是呢，一个名词就是。它的原意本意是这样子，可是名词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引申意义啊，而变化意义啊？会的，啊，像小姐啊，原来是歌妓的称呼啊，后来是怎么样？未婚闺中的少女，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只要女性都可以称小姐。相公啊，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汉代的
烽火败相，火爵就是公，败相说相公可以说是什么地位高不高啊？很高。可是后来读书人只要考上科举，都能够做到宰相的可能性。于是后，哪一个太太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将来成相公啊？所以相公变成什么呀？女性对他的称呼。后来明代以后，由于什么啊？乐府歌妓，使得那个官员啊，官贞不彰，所以在宣德年间下个诏书，左都御史，就是台湾现在的监察院长，顾佐禁止官员学歌妓饮酒。那习惯了，没有真正的女人，就找那小孩子装扮成什么呀？女生在酒园歌席里边来诱酒，诱酒就是醒酒啊、劝酒啊、倒酒啊、服侍你，这叫诱酒。诱一个人这边一个什么有没有的有啊？好，这个到清代，哎，这个像姑娘哎，所以又把它叫像姑，像姑娘，对不对啊？所以，凡是小孩子装扮的娈童，各位知道那个娈会写吧？恋爱的恋底下个女，娈童装扮扮成女性的就叫相姑。中文系都知道什么呀？阴晋而变，相和相公的相，姑和公怎么样？叫双生假借。所以相姑就变相公。好，打麻将为什么打了？这个拿多拿一张少一张，也叫说你相公了。为什么？因为打麻将呢，你多拿一张，做不成这个对啊，这个什么组合不来，少拿一张也不行。就好像这些男扮女装的呢，永远生不出孩子来。所以呢，打麻将啊，碰到这里说你做相公，你看一个相公两个字，变化大不大？那么大。中国的语言呢，就是这么样子有趣味的。在我们所使用的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戏剧现在的意义。在晚清民初，它是话剧的代称，因为话剧是我们中国世上有话剧啊，但纯粹的话剧不多，是从西方怎么样传进来，那么把西方的那个 drama 啊，就翻译成戏剧，所以戏剧。在大陆的词书里边，什么百科全书里边，都话剧就叫戏剧。可是呢，戏剧的意义其实是装扮来演故事，有观众啊，有一个表演区就可以了。所以呢，它的含括性就很大。它应当什么才正确的呢？应当像话剧，以歌唱为主的歌剧，以舞蹈为主的舞剧，什么话都不说，以肢体语言默剧啊，还有我们的戏曲。我们的戏曲也在演故事啊，啊！另外像电视、电影，通通是戏剧，所以戏剧的这个涵括的范围就大。
但是戏曲一定要演员，要装扮，要代言，要歌舞乐啊。有时候音乐可以简单到只有打击乐，舞蹈简单的踏摇，自然的韵律，而没有一种肢体语言。身段动作有象征意义，就肢体语言。你看，算一算，尤其故事，故事是戏剧戏曲最基本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故事，你就没有载体，没有表演的载体。所以你看，像戏曲具备了七八个条件，但是戏剧呢，只要演员，只要装扮，只要这个什么呢，故事啊，当然表演区观众那也是刚才说戏曲必要的，所以他就需要的因素简单。好，这是第一个戏剧戏曲，所以戏曲就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古典戏剧啊，戏曲也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戏剧，这是第一个命义。第二呢，小戏只要合乎刚才基本命义就可以，那就刚才所说的演员和歌舞或者乐啊，歌舞乐以代言体演故事啊，它有剧场表演区，有观众是必要的，这是小戏的定义。那么大戏是发展完成的，我40几年前就给他下过定义，到现在有一点修正，但是呢并没有多大分别。那个佩勋我念把那个大戏的定义给他们抄在黑板，戏曲大戏是在演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以诗歌音乐舞蹈为美学基础，加上杂技，杂技就杂耍特技，通过演员充任角色办事人物，运用代言体以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在狭隘的剧场上以虚拟象征城市为表演基本原理所呈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综合艺术。这个定义是我现在即兴把它补充的更完整，你们在讲义里边比较简单，但是这样呢更细腻周延。好，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几个基本因素。第一，故事；第二，诗歌；第三，音乐；第四，舞蹈；第五，杂技；第六，这个演员角色人物，这是三位一体，可以分作三，但也事实上就是三位一体啊。第六，代言体；第七，讲唱文学；第八，狭隘剧场；第九，虚拟象征城市为表现基本原因所呈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综合艺术，那是大戏的直线。所以事实上有 九个什么呀，九个基本因素。这个九个基本因素里边，小戏有没有故事啊？
有。小戏有没有歌舞乐啊？有。小戏有没有杂技？也有啊。小戏有没有一种叙述的这个讲唱的叙述啊？也有啊。这个小戏的讲唱叙述的这个还不明显，不明显啊。若有若无，但应当不算有。然后呢，狭隘剧场都一样。所以小戏大戏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啊？有两大点。第一，就是大戏一定要吸收说唱文学。所以说唱文学就是由小戏变成大戏的一个主要的元素。没有说唱文学的注入，中国戏曲永远没有完成。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歌舞乐，同样的这个演员装扮啊，哪一个的艺术位阶高啊？哪一个的艺术更精致啊？当然大戏，小戏是初级的、简陋的啊，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元素虽然有，但是一个只是一个基础的。拿歌唱来说，小戏的歌唱只是怎么样？踏摇的摇，只是歌谣。可大戏一定要到什么？曲牌，起码要实战体。小戏的舞蹈只是一个自然的肢体的韵律，有没有达到戏曲的肢体语言呢？啊，所谓肢体语言，就是他每一个举止、每一个眼神都含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思想啊？有没有情感啊？有，但小戏没有，小戏只是一个自然的韵律。那么音乐，我们中国戏曲的音乐有这几部曲，这是我归纳出来的，各位要把它写下来。第一，先只有打击乐器。为什么打击乐器不可以没有啊？因为节奏是第一，所以后来发展完成打鼓佬就是乐队的怎么样？指挥，所以打击乐是第一，必须有。请问第二呢？是弦乐呢，还是管乐啊？是哪一个先呢？管弦两种是哪一个先呢？管乐，因为管乐是和我们的歌唱的弱的声音接近的，说丝不如竹，竹不如弱，对不对啊？以其近人声也，所以管乐第二。再有弦乐，大概这个就是大戏了。那么最高的是什么呀？丝竹更相和，直接者歌，管弦乐合作啊。这是四部曲，所以打击乐、管乐、弦乐，然后一个丝竹相和交响的这个音乐，这四部曲。你可以观察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关系的层面是这样子。我们中国的音乐其实呢，不是像近代啊被污蔑的那么样不发达，
其实我们很发达，我们八千年前就有骨笛出现，我们的先秦的乐弦，知道乐弦吗？音乐的乐，悬挂的弦，乐弦就是按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阶级来分的。按照规矩，天子是四面，叫公弦，就是四面，宫廷的宫叫公弦。诸侯呢叫宣弦，像一个车厢，古代车厢开门开在哪里啊？前面啊，后边啊？后边，所以是三面的，三面围起来，像宣，车子边一个杆，宣弦。卿大夫呢是一半，就两面，所以叫判弦，判决的判。判就是把一个竹子怎么样分开两半就判。四叫特选，就单独，特就单独。而事实上啊，制度是人规定的，也是人在怎么样破坏的啊。尤其礼乐崩坏的时候，会不会这么规矩啊？啊，一个这个什么呢？当兵的读书人啊，既可以作战，也可以读书的士，能有这个乐弦吗？我觉得很怀疑。所以这儒家的某一种观念呢，啊，书上这么写，但实际的实现不一定如此。弦是指中磬，中磬是悬挂的。你们知道一个钟可以击出，你们学音乐有没有啊？击出几个音啊？我不懂，有的说两个啊，你先说三个，哦，那更了不起。哦，对啊，那如果说一个乐弦可以击出三个音，那我们随线编钟有几枚啊？64枚啊，扣掉那个大钟啊，那个特弦独立挂的那个大钟啊，那个就是特钟，它是节奏用的。那64乘3你看有多少个音呢？现在的钢琴有多少音呢？我们的随线编钟距离现在多久啊？2000几百年呢。春秋时代曾以侯牧里编的。如果各位再从文献通考看历朝历代的乐弦，那个演奏的人，不要说几百人，七八百人，超过千人的都有。因为一个乐弦以中和磬为主作乐器，它还配搭什么，比如说琴啊、瑟啊、八音八种不同材质的乐器。有个成语叫做什么呀？滥竽充数。为什么可以滥竽充数啊？吹竽的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啊？像我高中的时候呢，考音乐唱歌啊，我都几乎要发抖。有一次呢，我们老师啊，七个人唱，哦，我就很安心，我可以滥竽充数。恰好呢，听他一个个听，听到我的时候，我只会唱那两句。所以我那两句就唱得又响亮又准确，所以我分数最高85，就要我去参加歌咏队。我老天啊，我就说我同学生啊，我没有时间了啊，逃过了。
那下学期呢，两个人一起考。我让老师看我的成绩，又听到我现在做名了摇头，还好给我打了60分，不必补考，所以就不能滥竽充数。那个崔玉哲300人啊，啊，你就可见了那个西方的那个交响乐队啊，如果我们粗浅的认知，那岂能和我们先前的比呢？梨园子弟，对不对啊？啊，唐明皇也一样，一样。说中国音乐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主自尊心被打垮了，所以学的都是学西方的，啊，某大学某大学，明明叫国乐系，啊，结果呢，上的课都是钢琴课。明明叫国剧组，上的硕士是这个希腊悲剧，就是这么可笑。我们台艺大幸而有你们那个施德义老师当了主任，把他扭转过来，才有真正的国乐系。现在到底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好，各位休息一下，我们再说。发展完成的大戏，啊。要加一个词头啊，发展完成的大戏，是在演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引人入胜，起码不是像小戏子是怎么样，乡土的一种调笑娱乐。所以故事呢，就要复杂曲折了。啊，尤其要引人入胜，你不引人入胜啊，看不下去，啊。以诗歌、音乐、舞蹈为美学基础，啊，那这个美学基础当然呢，它就要这个诗歌的歌词，就不是小戏怎么样，那样俚俗，那样的这个乡土。意味很浓。那音乐刚才说过了，应当是比较精致的音乐，啊，是曲牌体的，起码要诗赞体的。那舞蹈就肢体的语言要讲究了，加上杂技。为什么叫加上呢？因为啊，杂技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不是每一场戏都要怎么样，都要打架，都要作战，啊，需要的话才用上。但大戏里边的那个杂技，事实上是舞蹈化了，都舞蹈化了，所以并不是这个杂技团那样，啊。在危险中让人赞叹，或者再是什么样，只有我能，别人不能的情况之下，让人家诧异，啊，所以这个杂技就是因素有，但是可有可无，因此用加上，可以加上，可以加上，当然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它去除。通过演员充任角色办事人物，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人物当然是怎么样，剧中人物，演员当然就是专业的演员，由排忧古代的乐府歌妓，啊，来做演员的。那么角色是什么意思呢？角色就是归纳的人世间的人物类型以后，加上戏曲的表演艺术的需求所形成的一种符号性的一种符号，
我再说一遍，他是归类的，归纳了人世间各种人物类型的直线，同时呢融入了表演艺术的艺术修为和各自的特色。所以啊，角色对演员来说，对这个演员来说，它象征这个演员在这个剧团中的地位。你演正生正旦的、正静的、正末或者丑，这当然就是在这一行当里边怎么样为主。尤其生元杂剧里边的末和旦，那就是主要的。如果是传奇，那就生和旦为主要的。所以演员的在剧团中的这个地位，如果副将、副末、小生、贴旦，这有各行啊，小丑，这有各什么各行当里边的次要的啊，所以他呢，对演员来说，第一就是在剧团中他居什么地位，第二他的艺术直线是什么，他的艺术修为是属于什么。所以生旦净末丑，他的艺术修为一样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这第一个角色对演员所象征的是这两者。那么角色对人物呢，那可以说是象征人物的这个类型，象征人物的类型和象征这个人物本身的某些直线。所以生旦一定要正面的人物，对不对啊？净丑呢，古籍诙谐的人物，但净有时候又发展成为什么呀？英雄豪杰、大奸大恶。所以人物的这个象征，人物的这个类型。那如果老旦呢，那一定老，对不对啊？老生呢，也一定比较年纪大。小生小旦原来是生角的次要的生，就叫小生，次要的旦叫小旦。可是慢慢慢慢怎么样，既然小，那只好年轻啊，这个是个变化啊，剧种本身的变化。所以这是不是大家要怎么样，为什么我把它说演员充任角色扮事人物，是这个缘故。演员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演员，角色就是什么呢？拿军队来说，你穿上我们蒋介石先生的五星上将的衣服啊，和像我呢在马祖当兵只挂一条杠的少尉一样不一样啊？那个角色就类似那一套怎么样，那一套军服一样，象征着这个人物的位阶，象征了人物的军事的能力高低修为啊。所以这套衣服是不是只有蒋介石能穿呢？五星上将不一定啊。哎，当年有一位这个什么呢，西北王马步芳啊，你蒋介石挂了五颗星，我就挂七颗星，所以他变成了七星上将啊，对不对啊？所以这套衣服，因此某一种角色是不是可以不同的演员来充任呢？
啊，道理是一样，因为它是象征的。所以说演员充任角色，扮事人物，这个人物的直性只要和这个什么样演员的艺术修为和这个角色所象征的意义相接近的话，什么人物都可以，对不对啊？什么人物都可以用这个角色来扮演。你比如说小生风流潇洒，那风流潇洒的历朝历代的很多啊，所以碰到风流潇洒的就可以用小生来扮演啊。这就是说为什么我把它用演员充任角色扮演人物，这是三位一体，可以算一项，啊，可以算一项，因为它分割不开。运用代言体，刚才说过了，以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各位，讲唱文学啊，非常的重要。研究戏曲，如果也不研究俗文学，尤其是讲唱文学，你基础是不够的啊，因为讲唱文学是既说且唱，讲是散文啊，韵文啊，散文，唱呢是韵文。我们中国戏曲是不是散文韵文散文韵文交替运作啊？你们所知道的文献上最典型最具体的讲唱文学是哪一个时代最发达？是应当是唐代的变文，但是这是诗赞体的，这七个字诗体的长短具体呢，有曲牌有词牌的呢，是宋代的大曲，金代更接近元杂剧的什么呀，诸公调。南宋有一种叫赋传，就赚赚钱的赚，赋就是一套赚取再一套赚取反复的赋，所以赋传我把它叫南诸公调，南方的诸公调，因为诸公调是在北宋的北方，南诸公调一直到南宋才有。所以说唱文学历朝历代都有。如果说这个诗赞系统来说，唐代的变文讲经文啊，还有宋代的什么呀，弹词矮词，天涯的涯，或者是山崖山崖的崖，那矮词。元代的怎么样，明代的词话诗话，明清的北方的古词，南方的怎么样弹词，都是，当然不止这些。我有一个书，海峡两岸呢都相当流行的，叫做《俗文学概论》啊，《俗文学概论》，三民书局啊有这个书，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先打个电话，就比照我的价钱，你们自己买就贵很多啊。这个讲唱文学为什么它重要呢？它提供了戏曲
说唱的那种交替使用的形式，同时呢，也给戏曲提供了很丰富的这个故事内容，所以好些说唱文学都可以转换成古戏曲。说唱文学既然要唱，会不会有音乐啊？所以说唱文学的音乐也影响这个戏曲很大。请问歌舞乐里边啊，歌就唱子，舞乐说唱文学里边的舞蹈弱一点，但是有没有表演呢？说唱文学的人要不要表演呢？比手画脚也就是一种初级的舞蹈。说唱文学是歌乐毫无问题很重要，但舞蹈它的讲说时候的肢体身段动作事实上也是一种舞蹈，所以说唱文学提供戏曲很多重要的滋养。叙述方式，什么叫叙述方式啊？有一种展言型的，我们中国的这个说唱方式啊，一定自从盘古开天地说起，然后呢一才一才算下来，如果包公的话，那就说到了宋代这个什么呢，太祖太宗这个什么呢，太祖太宗真宗仁皇帝，仁宗到了，就是要说这个什么开封出了这个什么，这样子开头，不从这盘古开天地好像说不出来，所以时间要往后展延的，很少怎么样悬疑，说唱文学很少悬疑啊，到了要悬疑只有怎么样，要向大家说钱了，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盘子拿出来你就要 丢铜板，这时候呢正讲了，哎呦呦，忽然停了。你看现在电视剧是不是也都专门耍这一招啊？这一刀有没有砍下去啊？会不会死啊？你就在那边听那广告啊，广告以后，结果一刀下来，另外一刀就把它拨回去。哎呀，你心目中的这个主角没死啊，啊，道理一样，但他还是这样展一下来。说唱文学呢，都把事情交代的清清楚楚，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在说《西厢记》的故事，崔莺莺的心理，这个什么呢？装模作样，但心里实在热得不得了，啊，外能念热，可说唱文学家都把你说得清清楚楚，啊，那害得这个张生呢，在那边这个空相思病了一场，啊，所以他是全知观点。因此中国戏曲既然从说唱文学转换过来，会不会用地下声 来衬托人物啊？不会，不会。因此呢，演出的时候在古代有没有字幕啊？没有字幕啊，因此演员出来某姓关名什么，字与号云长，名与号云长，字云长，自报家门，自报家门，自己怎么样？自己在说自己的履历。这本来有谁在说了？说唱家，但没有说唱家。演员只好自己说啊，
因此呢，就会出现这样：某姓张，小生姓张，名拱，住君瑞，河东浦，这什么什么河寿浦东人，啊，年方二十，有二有三，尚未娶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视功名如实草芥，吹牛不吹牛啊？自吹自擂，女生出来呢，她就自己呢如何读书，如何这个性格娴熟，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你看自己这么说也不惭愧，啊，这都是怎么样说唱文学在古代的一个遗毒。现在我们因为有什么字幕啊，所以那个自报家门可以怎么样一打出来啊，谁演这个什么身份就知道，所以自报家门就不必要。现在的编剧 也懂得用剧中人物来怎么样来介绍或者来衬托那个什么样另外一个人物啊，这是因为现代剧场和古代不一样。但是在古代他叙述方式都是说唱文学的方式，他不会悬疑也不会逆转。你看小丑呢，有时候在打背弓，你们看演出的时候跑到舞台旁边，这个红围柱啊最近对我啊又做小动作了，一定要阴谋害我，等一下呢我找吴佩欣啊，我的徒儿，啊，拉一条绳子，就让他绊倒，得一跤，大家呢就，同学们出去，就拍拍手说欢迎欢迎，他要干什么都先告诉观众，还怕观众不清楚。甚至元杂剧的剧本里边，那故事情节，一说再说。为什么要一说再说啊？古代的剧场是开放的还是密闭的？开放的啊。那万一晚到的呢？怎么办呢？再说一遍让他听啊，就清楚了吗？所以许多的那个宾摆啊会重复，就是这个缘故啊。在狭隘的剧场上。各位，狭隘的剧场，你想小戏阶段在地上围一个圈圈，会围多大？当然小小，对不对啊？演员在里边就唱起歌跳起舞来了，小。现在台北的国家剧院、北京的这个什么呢？大剧院，国家大剧院，也不够那么大嘛。你能把马骑上去吗？对不对？你能把轿子抬上去吗？你能把船抬上去吗？所以剧场不像西方，它有时候是连锁式的剧场。这一场景是郊外，这一场景厅堂，啊，这一场景是沙漠，这一场景什么？演员就一个剧一个演出，我们就一个一个就跟着看。如果不是这样也要狭隘剧场的话，他们只好怎么样规定一个三一律啊。三一律第一是什么呀？24小时发生的事是故事的最后阶段，哦，在同一个地点，所以他舞台上盖的这个舞台设施，如果房子要不要盖好几栋啊？不必，只要一动就可以。进进出出上下都集中在这里一个地点，啊。第二，反正故事就是要结束的最后了，这个事情发生不能超过24小时，这三一律。我们剧场那么小，我们有没有用三一律来制约啊？没有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美学基础歌舞乐。请问各位，歌舞乐三样的艺术适合写实还是这个象征啊？虚拟象征都是虚拟象征的艺术。剧场那么小，能写实吗？也不能够。所以有这四个元素，中国戏曲的这个剧场艺术只能走上一条路。什么路啊？写意的，不是写实的。那么要写意，它的表演艺术的基本原理就是虚拟象征。虚拟是身上的动作，生活的动作，舞蹈化了，美化了，用舞蹈来模拟生活中的动作。所以上下楼梯有没有上下楼梯的舞蹈方式啊？打开门有没有打开门啊的舞蹈方式啊？小偷呢，在晚上呢，要去偷人东西，能不能大摇大摆唱军歌啊？不行啊，他沿着怎么样？沿着边，叫什么啊？左边，对不对啊？要左边，音乐要怎么样？怨偶要打出什么音乐啊？是不是有特殊的音乐啊？像这样呢，就是一种虚拟生活里边的这种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来舞蹈象征。一个演员在这舞台上，如果问你从他的装扮他手中所持的道具，你能不能分出他剧中人物的男女啊？但这剧中人物男女是不是演员的男女啊？就不必要，因为男扮女装，女扮男装，这是戏曲，古今中外都可以的。所以他的男女就由他的装扮，对不对啊？看出来了。能不能看出他是外国人还是汉民族啊？也一眼可以看出来。能看出他的这个地位是尊还是卑吗？尊卑也可以看出来。能看出他的善恶来吗？好人坏人能不能从装扮就看出来啊？看出来啊。能不能看出他是文的还是武的啊？可以啊。能看出不能看出他是有钱的没钱的啊？贵贱啊，类似这一些演员身上的装扮都告诉你了，拿着道具也告诉你了。一个会武打的武将不会拿着一把扇子啊，一张生不会拿着这个黑旋风的两个板斧，对不对啊？这道具不一样，所以一站出来的装扮已经告诉你男女之分，翻汉之北，尊卑之北，贵贱之北啊，还有这个什么善恶之别等等，这就象征，用他的装扮的那个像，这个像是颜色的像，或者具体的，比如说戴的帽子，刺圆的，是好官还是坏官呢？帽子的那个帽刺啊，圆的是好官还是坏官呢？是好官。如果尖的三角形，那这个是贪官。他是不是已经帽子就告诉你了？这个人呢，如果说像孔明，
啊，能不能带曹操或者是西楚霸王的那个满然呢、啊？这就不是不潇洒、不文雅了嘛，对不对啊？他摸起胡子来呢，也不会那么优雅啊。可是呢，关公，你看威武的很啊，所以胡子也会告诉你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份象征的意义，那脸谱更不必用说，对不对啊？你一个白脸的，已经告诉你这个人没有人性，基本的人性，啊，让你看不清楚，像一张白纸，让你分不得阴沉的不得了。那白脸的一定是什么？很阴质，很奸诈的。红色，忠肝义胆，啊，面如金子，像佛菩萨一样，青面獠牙，那是什么呀？鬼怪，啊，黑色的呢，莽撞，但是还怎么样？刚正，所以包公就黑脸，张飞也是黑脸，其实张飞啊。历史上真正的张飞是有脑筋的，不是那样戏里边的，孔明也不会借东风的，都是假的啊。所以读书有时候啊，读起来很辛苦啊。西施明明呢，大家说很漂亮，可是你们曾老师说，符号人物，春秋时代没有西施这个人。貂蝉也没有，你看四大美人掉了两个，那杨贵妃又太胖，王昭君其实是慢慢漂亮起来的。好了，不要说回访，所以虚拟象征，可是虚拟象征要不要有一种准则啊？如果没有一个准则，常常彼此之间的这个领会不一样，会不会产生误解啊？啊，现在年轻人为什么看不懂传统戏曲啊？因为他怎么样？他对于舞台艺术的虚拟象征的修为是很浅还是很深厚啊？很浅。当唱西皮的时候和唱二黄的时候，那个音乐所象征的也不一样啊，锣鼓的这个点也会不一样啊，但是它都形成一种自然的，慢慢由演员慢慢形成，尤其是名角，他演出大家模仿他，就形成一个什么无形中的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啊，在古代宋元的时候，尤其是宋代开始有，就叫格范。可是这个呢，戏曲里边演员民间把这个字呢写错了，一个音差不多相近的。科这个字太多笔了，所以把它简化，范这两个字一样的，所以你们元杂剧里边就叫科范，事实上就是格范。那又省略为什么呀？为科，那更莫名其妙了，所以科就变成一种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一种规范性的戏曲舞台的身段动作的表演，这在宋代就有了，证据很多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做过这个考察，就不知道他原来的这个是这样写的。而现在呢，从
1949年以后，我们大陆啊就开始把隔饭拿现在的语言叫城市，所以城市性装扮、音乐、舞蹈表演都有它一定的规范，就叫城市性。所以我说以悉尼象征城市为表演基本原理，表演的基本原理所呈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综合艺术。我们历朝历代的文学没有哪一种文学不被戏曲中所怎么样所吸收所运用的。高文点策，民间最离俗的诗词歌赋，古文诸子百家都可以运用到戏曲。民间的对联啊，这歌什么都可以，只要他需要什么样的人物，需要什么的场景，他就可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艺术，你看表演艺术归纳起来就唱作练打，能不能超出唱作练打的表演艺术啊？不可能。而演员唱作练打要不要都学啊？都要学。所以它是综合起来的，综合艺术。也就是任何一种表演艺术没有不被戏曲吸收的。所以我常常前几天啊，那个就礼拜二前天啊，今天礼拜几啊，礼拜四，那就前天。前天呢，我们士林有一个叫台湾戏曲中心，他呢开幕了。因为这个台湾戏曲中心名称的定案可以说是我最后决定的。起先我们一个从外国回来的文化部长叫龙应台，他传统艺术文化所知有限，他听来一个只懂现代的一个学者，说要把它做台湾现代戏曲中心。他觉得下两个现代啊，好像很新潮。我马上呢对那个传统艺术中心的主任，我说你回去告诉你们部长，说曾某某说的，不要笑掉大牙。你盖的这个是为什么盖的？为昆剧、京剧、南管、北管、歌子戏盖的呀。你加上现代戏曲中心，那将来是不是这些都不要在这里边演了？啊，你戏曲中心要传统的戏曲也可以，要现代也可以。你自己在那边置业，那如果说台湾的这个什么呢？台北市戏曲中心，那是不是台北市的戏曲才能演啊？家业都制约怎么样？越多。所以啊，以前呢、啊，你们知道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民间的，说嘉庆君呢、啊，留了台湾，和民间的一个人物，还没读书没什么，做成好朋友。后来发现哦，原来他是太子，嘉庆君根本没到台湾啊、哦！你们不要不要。然后呢，做了皇帝了，皇帝找他去，就封他为安乐王，啊，说那你要做什么职务啊？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什么图章里边呢、啊，你随便挑一个吧。他想说，这我要做大官呢、啊，那大官一定印越大越好啊，啊、哦，结果呢，他挑的、啊、是最大的，结果这个呢，比如说总统，对不对啊？总统印章，两个字总统，小小的就可以了。他那个类似这样，大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南县六甲乡六甲村村长，是不是很多字要刻在一起啊？所以就要大，最后他挑的是小官啊。我这个意思、啊，制约性怎么样？越多啊。从好的方面来说，它会提升，会局限，会个性鲜明。但是呢，制约性越大，它能包容性必然怎么样？小。你一个剧场，当然不能加现代。所以我去讲话啊、嗯，我讲话呢，当然那一天呢，我们大总统蔡英文也去了。部长也去了，我就说到啊，我们的戏曲啊，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中国的戏曲演员呢、啊，第一，音乐家；第二，歌唱家；第三，舞蹈家；更了不起的戏剧家、文学家。我和各位也说过了。西方歌舞伎的演男高音女高音弄清楚了，尤其女高音太瘦的太漂亮还唱不出来，所以要又肥 越大又黑又丑的才能唱出来。可是我们中国戏曲演员还色艺双全，你艺术再高不漂亮你就不会第一流的绝就不是名角，啊，这个是确实如此。我也和各位也说过，啊，新同学可能没听过。我曾经带领台湾的一个乡土的家族歌子戏团，云林，就云林县云林镇的。新核心歌子戏团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那因为我在哈佛待过，所以哈佛必然一站就在波士顿的这个一个艺术馆演出。你才第二天呢、啊，美国这个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艺评家。在他的专栏里边，还用相当的篇幅评论我们前一天演出的《白蛇传》。你要知道为什么演《白蛇传》呢？演一个故事，只有有中国味的，我们有的，你们没有的，才能吸引他们啊！尤其里边的这个什么呢？物、人和物。啊，物我之间，我们中国人不把万物看成是什么，是可以这个互相包容、互相融通的。说放浪形骸，就是你的形体、你的躯骸，只是个物而已，要把它解开来，不要以为你的形体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这是放浪形骸，本意是这样。所以放浪形骸不是后来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为叫放浪形骸，能放浪形骸的像你曾老师是可以啊，该骂该发怒、嗯、那是放浪形骸，现在都要戴面具的绝对不能放浪形骸。所以把这些故事呢，他们那个字幕打得非常准确简要英文，
所以他们都看得懂。美国老太太 也哭了，啊，哭了，看到中国的孩子怎么那么孝顺，我们家的孩子怎么都不理我，所以真的好像哭了。这个玉萍家说，台湾的那个女演员、女主角，要说话，又要歌唱，啊，又要舞蹈，还要开打作战，哇，这个什么呢？一身具备的艺术修为啊，那么多样性啊，比起他们这个当时候当红的这个芭芭拉史翠珊都无法望其项背，这是事实。啊，中国的戏曲演员是最高难度的表演艺术家。前天我也强调这一点。我们许王先生的，我带去的，我带他16个国家，他自己去了30几个国家，包括我。比如说在许卓云院士的匹兹堡大学，演完以后，洋人站起来，鼓掌致敬。在，因为我在鲁尔大学，所以我带他们巡回欧洲演出。鲁尔的那个波鸿是德国的偶戏之都，看了以后，那些他们的偶戏界把我们请到他隆庄盛情的接待，喝酒啤酒，接待了我们全团。观众呢是这样跺脚欢呼，啊，在巴黎演完以后，一个剧院演出爆满，观众涌上去，还拖了我们的戏友啊，赵匡胤的那个戏友，所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赵匡胤被劫啊。一篇小说，那个主办单位呢高兴的开香槟庆祝，因为许王先生的掌中艺术可以使得这个没有生命的木偶变成栩栩如生，有各种不同的表情，虽然眼睛也不动，嘴巴也不会动，但是他操动配角，这是其他国家佩服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啊，忽略了自己的长处，数典忘祖，就是因为我们鸦片战争以后民主自尊心丧失，可现在不一样了，啊，大陆的这个高铁世界第一，跑得最快的也是350几公里，啊，那个高速公路也不下于美国的交通网，所以这一些呢，慢慢的民主自尊心上来，我们5000年的文化里边的宝太多了，啊，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佩勋打的，为戏曲发声，戏曲自古以来被埋没，被这个什么的轻视，当然也有智慧的、有眼光的人的肯定。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